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近期，许多朋友都在吐槽视频号的小红点，因为只要有朋友点赞过的视频，它这里都会有提示。那么这个小红点我们要如何关闭呢？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进入微信的设置，新消息提醒，今后我们将下面的视频号关闭即可。如果你想关闭朋友圈的小红点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将上面的朋友圈关闭。但如果你觉得发现界面的一些功能用不上，也想要关闭，那么我们可在微信的设置，通用，发现页管理，今后我们将不想要的功能关闭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支付界面的一些功能我们也能关闭。我们进入微信支付的界面后，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然后我们选择服务管理，今后我们关闭不想要的功能就可以了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